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你看那些主意都是他们出的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！我认我啥也不知道。那主意都是他们出的，你看那格局没上去勾引于小 C 要闪现拉，我一句话没说啊。全军出击，啊，点我干啥呀？你俩事儿跟点我干啥呀？这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哇塞刀！升个二级啊，先 A 接一个 Q。 哎，这凯南一级学的啥呀？学的 Q 是吧？他已经没有血药了啊。其实这赛刀也行，加个红宝石相当于一个多蓝剑了。来人了是吗？我知道来人了，没关系，别急啊，往下来。A 接双 Q 吃饼干，别急，走位，让他交闪。Q， 这没办法，这一闪我这是躲不了。他 E 要是没好，这一波就好了。他的一闪好了，饼干吃慢，要不然早点反打应该能行。我们的兵线很赚呢。把这波兵给他吃下来先啊！刚才如果能把那蛤蚱杀了就好了，不过蛤蚱有闪现，确实不好杀。蛤蚱是谁？蛤蚱就是蛤蚱呗。打不了过来 ，EA 往前走来，吃个饼干加速。A 接一个 Q， 他把 E 交了，我们就可以上。那细节你不得到位吗？你不到位，五分钟了，可以吃塔皮了，就在这堵着他。把他杀了，千万别让他进塔。
两次经验不可能。我再猜一层啊，再猜一层，再来一层。哟，走呗，拍着我了，吃饼干了，别着急，他有红惩戒，先别让他 A 着，这波我们能打。AQ 一 A，A 接 W 接平 A， 躲着假猴后边，操了，没躲掉。躲掉了，我们杀了，这扣着我了，亏一个饼干。那个薛微走的有点慢了，你知道吗？没躲到那假猴后边，让他扣着我真猴了，不行啊，假猴中路真牛皮，塔没了。塔怎么没得这么快呀？瞎子有点忙啊，现在呀。让他打啊，让他 A。等他晕我们，不晕那就没办法。又是你啊！踢我！抠都能抠歪来，凯南去中了，我们继续猜。你家中二塔都要没了，你还不回去守塔，你还过来找我，我今天必须得把这蛤蟆给他杀了。拜拜，三回了，三回了，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了啊，三回了，薛微是有点过分了。回家了。出错了，这时候要突然之间给我来一个小饼干，我直接炸裂。我觉得这玩意儿设计的不合理。应该即使饼干出来了，也能让我们换，也能退回一下。那你这点错了咋整啊？给我杀！这还敢踢呢？还 A 我？ADC 挺右啊，这没啥了啊。呀，给我垫住了。
刚买的一个小血瓶就得卖了，我正好把饭吃完，这一波主要是想吃饭了，实在是剩一口饭没吃了，有点难受。寒冰一打二把塔退了，厉害呀，拿下了。这锤石跑的是真快呀，我发现。死不死？老哈子，给我往前追！飞！小炮。看有没有蓝 buff 啊，讨厌。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特别的无敌，这九头蛇没出来，等我九头蛇出来了我们就无敌了。九头蛇有吸血，什么装备我想想啊，怎么能把他杀了，这个好死了，别来人，求你们了。哦，没有人，卡莎都没带，这卡莎一定想射我，滋了我，你知道吗？没用，滋不着，拜拜。这么嚣张呢，这卡莎，谁允许你这么嚣张的呀？扣一下打不能走，拜拜，走呗，走呗，给我电了，他怎么有大呢？我们无敌了，正好在我复活的一瞬间，我们拿出一只九头蛇。杀好几回的 ADC 都没死。你为什么拆我的塔？是谁允许你在这拆我的塔的？是谁？我们直接截他就行了。这小子吧，直接从下边截他，他指定百分之百往这边跑，然后突然之间我出来了呀，不敢单呐，有智商啊，没截住。我估摸着他可能是进草丛传送跑了，真的。信不信你们？你们信不信？我估计他肯定是进草丛传送跑了。十五分钟，我们记着点。好，这波我全杀。
还守塔呀？哎，拆了！这塔砸了我一下，要不然我把他们全杀了，真的，我能吸回来。这波要没有防御塔，我就全收，很可惜。一会儿15分钟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啊，他100%进草丛传送，真的100%。我就想告诉你们，他的一切全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小炮击退有点多呀，这把锤石小炮瞎着。我就不去一打五了，费点劲，一打五打不了。有个凯南，这凯南两件套装备也不错呀。在这儿等一会儿啊，看看有没有红。呀，干啥呢这？你们能不能看一看我？你俩区区够杀我吗？啊！好一个踢甲猴，兄弟！算了，我直接给他拿下了吧。我看这蓝枪也挺想赢的，算了，我就不拿下了，一会儿再拿下吧。我去把这凯南杀了。哦吼！让他追来，让他追。命挺大呀，嗯？我应该让这蛤蟆过来的，其实。干哈呢？还有谁？嗯？就你叫锤石啊？不行，这卡萨打我有点疼。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？其实不然。我给你一个把我踹进去塔的机会。好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但是你没把我打死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我们来看一下15分钟到底这凯南去了哪里。有些兄弟肯定不信啊。